今天又是摘果的一天啊，天天摘果，现在已经摘完了。今天一共摘了12把，5把红的，7把白的。像这个就属于白果啊，白果它比红果收购价贵好几块。看，其实白果也都红了，就是屁股那儿有点白，但是也其实都红果。看我家这个都多大，这个净重白果净重还4斤呢，这一筐都是这么沉。我家的果就是大。好热呀，现在不能摘了，其实还能摘点，但是太热了，现在快11点了，大太阳上来了。等着这个果都是我给我自己摘的，自己吃的，这果也都很大，看这单个都得35盒左右，就是收购价是最贵的了，最高一档的了。不管咋的哈，种年草莓得让自己吃够了。左眼间又快黑天了，咱们要开始做饭了，这家又是忙碌的一天呢，摘果卖果。今天呢晚上咱们做一个红烧大肘子，这肘子好像我家一个月得吃2次，我和我老公都是无肉不欢的走，我俩都爱吃肘子。这个肘子是我刚才放液化气上烤了一下，就是第一是它是去那个猪毛，有的猪毛上面没整干净，给它燎一下。第二它去个油泥味儿。我这个肘子是冷水下锅的，先给它焯一下子水，把那个里边的血沫子给它焯出来，血沫子都是脏东西杂质。然后呢我又炒了一个糖色，这个炒糖色的教程得录过无数次了，所以这次就没录，看着红扑的。把这个肘子焯完水之后呢又给它捞出来了，然后又重新给它换了一点清水，这水还不够，还烧着呢，得放热水啊，要是凉水的话该发柴了。然后再把之前那个糖色搞里，香料的话就来葱姜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还有花椒，然后再搞里点海鲜酱油，再来点蚝油，哎呦，再挤里点东北大酱，再搞里点山楂片，山楂片就是能使肉更快的烂，促进肉的软烂，然后再搞里一些味精，再继续倒入开水，水要一次多加点，加足了。现在呢就可以盖盖开炖了，先不用加盐，加盐的话就是不容易软烂，过炖个1个小时左右吧，完了再加盐。2 hours later， 开饭了啊，看看这肘子。炖了2个多小时，终于上桌了。搭配着一个小凉菜，还有花生米、下酒小菜。完了，这是我昨天喝剩下的半瓶风云酱富封藏50大米饭。这肘子让我炖的，我跟你说老肘味了。我现在炖肘子已经成熟了，经验，每次炖的都很好吃。今天的肘子想咋吃？你是想那个，你不是说给我片肘花吗？还是就是右手撕？我先拿耳朵吃。啊？咋吃？哎妈！你问你咋吃，你还激动什么？哎妈，这样炖的，今天这肘子炖给烂了。这么长的呀？你截下来的这。嗯，好吃。嗯，拿手套。哎呀妈，咱俩偷吃点肉容易吗？外屋地一个小猫，外边仨狗，总在那嗷叫，我要进屋。咱还没吃完呢。还弄完小爪。哎呀，看着炖的，这肘子炖的，这皮炖的，老软烂了。那么热，你们想要切的话，就得凉了，凉了之后才能切。啊。嗯。看这肘子炖的老有味儿了，最爱吃得了。反正我还愿意最爱吃。下回一人炖一个。哎妈，真烂我炖的。先喝点酒，为我的手降降温，把我的手爪给烫了。这边叫酒线。给我喝点。你自己倒呗。你给整个碗儿，给背家伙事儿。
真爽呀。这个酒是53度的，但是这个酒确实挺不顺的，喝的我喝的真的不辣。昨天我就喝的这个酒，完了剩的半瓶，完了我又在网上又买了2瓶。哎呀妈！啊，这款，那块现成的。对啊。嗯，一会儿我拿手套给你撕的。来这个。老入味了，真的，这已经入味了。这粉丝儿，跳到脚上能夹起来。还捡得来一下中间儿，皮是最好吃的。我为啥说我家外边仨狗呢？其实关注我的网友都知道我家是俩狗。最近我三舅家狗又来了。我三舅就是不是城里有楼吗，完了农村还有房，完了最近他回城里了，那狗也没地方放啊，完了就放我家了。回来探亲来了。嗯嗯，小青回来探亲来了。对，我家那狗，我三舅家，我家那小狗他妈妈就是我三舅家那狗。就其实我三舅家这狗已经10多年了，相当于人类都得80-90岁了。一猫猫一进来，它又吃，这小猫猫就爱吃肉，香吗？肘子，看炕洗整的多埋的，一会儿它得好好擦擦，上面都是油了。这炕席它是防水防油的，使干净抹布好好擦的就行。今天呢，我们卖的是那个卖的白果，白果吧，它比红果轻一点儿，但是我家白果也挺大，就是白果呢，但是比红果贵好几块钱，就是白果是好像是那什么，就那帮收购商收完之后运外地，往远道。嗯。就是完全熟透的话，一运输的话，草莓这玩意儿它就容易坏。对，你得是，一大半红，七八分红，完了就是屁股那是白的，那种往出运。往北道上。哎，你们听着我家这个狗在外边叫了吗？它跟那个它，我给它的灌园子里边的新来的狗，它俩不能在一起，在一起往一起掐。吃肘子，吃肉，吃蒜。哎呀，这麻的嘴！这粉丝确实太长了。嗯。多长呢？是不是长？凉菜里边，我最爱吃就是粉丝。嗯，泡完了，第一个是拿剪子嚼两下。好酒，我真的喜欢喝这酒的。我喝这是第7瓶，完了我又在网上买了2瓶，9瓶了这个。喝以前喝那个刺儿酒，网友就说我说的喝点好酒呗，我就以前买就买那个。有时候就买10块20块那种的。还我细想也是，你喝好酒完了分3-4顿喝，咱也行，也够不了太多钱。咱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，就是小饮1顿2.5，咱也不买名牌包包，不买贵的化妆品，不买这那，就是喝点小酒。而且咱也不是吃白饭的，咱也赚钱。签的啥呀，都弄碗里去拽造纸。菜太大了，我就你说断丝儿吃好吃，你看这种那你断丝儿。那你送的吃的。
肉撕着吃只能这么吃。你要片朵花行，咔剃下来破两半，哎，咔咔咔切朵花，五花三层，连皮带瘦啊。过年的时候片朵花，你提前呼呼完之后凉上。过年的时候买个大猪头呼。猪头咱那得电话了，更新。嗯，没有那么大锅去，咱们还有那么，咱们还没有大锅。个大锅，个大锅。我说，那大猪头你到最后，最后不还得劈两半儿吗？嗯，那不腻味儿。大猪头你能上桌上去？不腻味儿。咋腻味儿呢？慢慢咕噜。来，视频分享到这吧。离墨迹好长时间，饭还得继续吃，还没吃一半呢。我都漏两碗了。